当年我们是学伴，然后后来我们决定要一起创业。那我们就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开始了我的第一个创业，跟他的第二个创业。对，那虽然就是后来我的职业生涯就是变成一路上从创业者，然后一直因为某一些机缘巧合，然后转进了金融投资的行，就金融个人金融投资的行业。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本质上，我的个性和我的关怀的主题其实都还是非常的保有当年就是做编辑跟就是学法律的心情。就是我觉得做编辑跟学法律，就是通常一般我观察到一般创业想要踏出来创业的人，他们通常都会对于新的事物，然后新的点子非常的兴奋，然后必须要有很大的热情，然后全新的投入去做。但对我来说，我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是我会比较想要从比较抽离出来的就是整体的角度去分析说，那现在这整体的情况是什么，还有周边还需要加入什么样的辅助的条件，比方说在制度上面或文化上面还需要有什么辅助的条件，才容易让一个创业或者是一个投资的事业成功。所以就是到现在我们做个人投资大约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那其实如果大家周边有认识到就是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会知道，其实做这一行很缺一个东西，就是意义感，就是人生意义。对，就是数字跳来跳去，然后其实你也不是像，就是投资不是赌博，所以你不是觉得很兴奋就压钱进去。所以其实我们在这3年当中，全职做投资，其实想要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刚刚说的人生意义感，所以我们才又回过头来去关切我们当年在当学生的时候很关心的，就是文化跟教育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想要来办一些，哎，我们来讲讲我们觉得重要，然后我们觉得有趣、对大家有帮助的书，或者是把我们一路上的经验分享给别人。那另外一个，作为一个全职交易者，我觉得缺的就是，其实他很欠缺跟人接触的机会，因为就是你面对的其实就是电脑的荧幕，还有很远很遥远，在纽约交易所，在芝加哥交易所的，就是价位的调动。所以就非常感谢 Kelly 今天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听到很多，其实是不同的行业跟不同领域的人才会有的新的想法跟看见的新的事情。比如说刚刚 Kevin， 然后还有刚刚杀价网的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比较没有办法去接触跟想到的。所以如果就是回答刚刚天灵会问的问题，就是我们缺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从我们现在这个我的第二个创业，然后他的第三年我的创业，我们想要找出我们真正觉得我们可以贡献给别人，然后别人也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他们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人生意义感。然后另外我们也会希望，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就是等一下，因为我们有帮我们新上线的网站做一个小卡，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多跟我们认识。那或许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大家在创业上或在投资上，或者在我们比较关心的思考、创作还有阅读的这些领域上，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当学习上面，就学习道路上的朋友跟伙伴。行。是同一个，就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其实就是，所以我们是 life partner， 就是我们这样，后面觉得很闷了。我的意思说，又是夫妻又是，就是这个我们，我觉得也有很多朋友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几乎是24小时在一起，就是我们既是合伙人，然后我们又是一个有时候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比如说有时候我会要他去做，我会要他去做网站，然后他会要求去做。有时候是有上司跟下属的关系，但是在生活上面我们又是几乎是一个很密切的相处。那其实中间的怎么样去调整生活和事业还有工作，你们结婚几年？我们住在一起已经我们住在一起8年，然后我们结婚2块，所以你们还没有小孩？我们还没有小孩。对，所以就是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觉得我们跟其他人，我们这一对情侣跟其他夫妻，好，我们这对夫妻跟其他的情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密切的共识的经验。那我们其实也想要把这样子的经验就是分享出来，所以这才就是促使了我们想要来做一个就是比较不一样的说是网站也好，或者说是一个经验跟技术上面的分享。文化创意产业，对。
我们公司最近年底一月要上线的东西做一个广告，是我们的影像主义要到实体商品，所以我们在做草衣。我们会收集100种职业，也许是品酒师、摄影师、瑜伽老师，然后导游。OK， 我们要找100个职业，然后帮他们免费做草衣的版型，然后你们可以用我们的网站的 UI 自己去把自己的头合成上去，然后变成卡通漫画风，然后那个 T 恤就免费送给你，然后你就有空放假穿出去，然后你身边的人，因为你是老师，因为你是瑜伽老师，你身边会有一群人，比如说你是空姐，身边会有同样类型的人去看到这个东西。那我们知道个性化商品它是卖单件基本上是没办法赚到钱，因为成本至少要5件才会合乎到行销预算的成本，所以我们后来会走比较系列的东西，比如说 OK 铜梯9条伙伴照一般就9颗头，你就一次可以卖9件，龙舟一条船20个人就可以卖20件，然后毕业同学一般40个人就卖40件。我们要玩的就是大量，然后可以单一的，比如说我们要帮沙夏王做公司的 T 恤，就是我们愿意接下就是小量的个人的东西也好，那大量的就是公司的东西也好。那我们就是让我们这种比较算是资金比较没有那么雄厚，我们就是用这种朋友的方式去提供我们 idea， 然后他们传出去就是一个口碑的形象，也可以帮我们测试网站、测试物流金流，可以告诉我们东西改善需要哪边可以改善。然后我们在明年的基本上我们推出网站之后，因为定在明年的情人节，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些，我们会配合一些插画师啊，他会帮我们画一些版型的，或者是一些原住民风的，我们也在找，或者是我们比如说也跟中研院有些数位典藏的合作，我们会有很多的素材是可以让我们在网站上去做影像助理的发挥。然后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找到每一种职业，比如说空姐有了，瑜伽老师有了，然后慢跑家有了，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在找100个职业，然后大概年底1月的时候会请大家出来一起拍个照，我们帮大家免费拍定妆照。OK， 你就穿我们 T 恤来，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台北上河图的概念，你就比如说你在华山英文中心那种背景之下，你就在草坪上一个100个人，比如说你空姐一个人带你的包包来啊，你是瑜伽老师，你就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就是你来把你的这个人的特性把它展现出来。然后我们这种底图一旦多的时候，可以做些调整，比如说你的生活有50%是正职是老师，你有20%是健身教练，你有10%是什么，你就可以自己去拉那个图，比如说你的图一个很大的老师在中间，然后你还有其他事情在旁边，就是你的草地基本上是可以做变化，那就是我们要把实体的影虚拟的影像落实到实体的商品，这是我们其中一个 idea。 那我们另外两个就是比较算是平台网站的技术的东西，那就是会跟其他的业者，像远传、像中华、像其他像是房仲，我们还玩代销，玩那个更高层次的，就是我们那个东西，其他两个产品的商业模式会往那边走。但是我们的雷纳基本上就是影像处理，它是一个影像处理，一个 Playboy 上面一个图片的剪辑的下来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是大家影像处理都会用那张图，所以我们的公司名字叫雷纳，然后英文名字叫 Amazing， 然后中文叫爱美色，因为我们基本上爱美又好色，然后基本上我们就会在做影像处理的演算法的提升，然后我们会找很多新的有趣的演算法，就是看到我板上都是播一些很奇怪的，就是很多创意都是来自于那些街头上面的创意，比如说像我每天都会看三份报纸啊，联合自由跟苹果，那就是花20分钟把三份报纸看完，就是拍照拍照拍照，然后因为我们11组娱乐都在做，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多时间去看细节，但是你对于某些关键字，也许10月2号对10月25号有东西连接在一起，就有一个新东西跑出来。然后我会觉得很多那种点子都是上帝给你的小小话，你要平时把它记下去，都用剪辑去用草稿、用笔记本，就是你在骑摩托车可以直接，当然安全最重要，就是你可以骑到旁边，拿那个剪辑把它抄下来。也许就是两个字，也许就是上帝。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打分。OK， 比如说我下礼拜要去俄罗斯，要去10天，要去一个负5度 C 的地方，然后要带多少行李？那我必须整理一个 list 出来。那比如说我在爬山的时候，我要去圣林县，从大坝走到雪山，5天缺水，然后夏天我要带什么？或者是我今天要去办证，我今天要去申请一个场地，我需要带印章，我需要带什么东西？那都是一个打包的概念，我的包包要装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APP 啊，这就是一个需求啊。那基本上我也在帮我身边的朋友去做一些创意的发展，比如说我签了那么多商业模式，你又有一个很雏形的想法，我怎么样把你的想法长大到可以营运，那就是我现在目前就是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讲，就是在讲话。OK， 那我终于去俄罗斯可以不用讲到中文，就是还蛮开心的一件事。好，那接下来就是让大家自由去交换自己的意见，去交换自己的服务，那就是 free 了。那还没有缴300块的，或者是您只喝饮料，然后就缴100块，那就是这个活动大家就到这边为止。OK， 谢谢大家。因为他们里面是相信的，
排到好像很热心，那个所有一大家。我们想讲这种话题，就学长，学长就这样子打的。好，可以加在整齐，三十五也有全部。对，就基本上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都比较并不是做到什么，只是长一点，差不多一些讲讲，内容比较不一样，就是今天要开始内容是，就是因为那个整个要求越难，选择也更难，更多。没有做，只是我对这个东西兴趣。
就是一个新的老师。我是那个 Terry 他的学弟啊，是有的职业，上次对，我们都电机系。啊，那些电机系。对，这一年真的要好戏，我在后面那边，就是陈宏明。因为我在玩，真的。啊，你们都是正职。说实在，就是那时候是属于到。所以你是同届吗？你是我是小两届，他是小学的。哦，这样子。那是我想跨一家去做简报，跨两个会。现在这里发工资，我应该比较理解。那我就已经有脑力死，所以就开始摆烂。那个现在，然后也不会换，还好找，你要不要找？找你，你要不应该比其他公司早一点？因为你要不应该最近被涨，然后离职的员工又不少，所以应该是还蛮好找的。对啊，如果想要钱，然后又不在意公司的话，是还蛮建议的。在意公司，对啊，在意公司的话，是蛮建议。找我也可以下面是。哈哈哈哈哈。我现在才刚上，上千岁的小孩。我自己，我是那个旅馆，对，我其实我没有帮什么旅游，为了就要离职。所以这样一定要找钱。所以你会想过？这个是一个比较可是我自己以来的想法来说吧，要做什么？但是我自己创业，没有在创业的时候，而且看家人这样看，他才太早了，他才太不明白。看家人创业是没有事业做，这样子才会成功。应该说你在那个自己路上看到一个人，遇到一个高手，就是他那个靠自己这样撞到山上，然后就可以经历。那老板就你会留下来，因为你希望对刚刚的配偶，尤其是要一些同类，其实他有其实可以选。那我们希望配偶再多机会。我就在看看。因为我是觉得说还年轻，因为我这种对我一点而言，觉得还年轻，所以要学什么路都还。当时没有想，因为觉得不知道还要买车子，对啊，什么都没有买，然后就觉得还蛮接触。像我看一些就是在公司的学生买了房子，我就知道这个人他应该是巨贷了。对啊，所以就觉得。有时候就在想说，主管们怎样劝我们这些新进的搞要买车买房，是不是打车很赚？是这样，买要稳定。对啊，就是看到你买就觉得值得买。因为以公司的立场，尽量不要上岸，因为每个都有年限，对啊，而且就是训练成本，一个人三个月进公司，三个月才有生产力。开始有一点点生产力，一年以上生产力才大概才提高到三年。消费者可能先选。所以你说流动太快，如果说对他说买这个链的话，那可能就要看场内跟我们的形式怎么安排。Michael 他在现在搞事情了。等一下，我们是哪个社区？我们是那个社区。原来叫小杨。我在想他是不是在骗钱？然后你就搞老板冷面，冷面吧。我在前面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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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前面他比较像是我喜欢这种
比较像直销产品，就是我看他，他就是做西数，就是他做的是很直销，帮他写一些骗钱的，然后帮他写试用，帮他找那个试用版的鞋子，帮助他营销，数据全都在，然后还是要求还是什么的，算是吧，其实你是要在，你是每天都是在公司里面等那些交易成交，比较交易比较简单。也是，其实系统在可见性有很大的影响。上课还是？我其实还是想看看有没有认识的，没有认识的。回家还要看这些。那你是怎么做？我叫我是。是OK， 你们是做共用 IP 的，所以你们比较不需要自己去做开发。也是要，做硬件。不是说你们就说你们要不需要，还是要，还是要到 Ruby 那么高？其实就是 stack 下来，或者是新一代的。